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时代管理工程的讲座上面来。我是林正大。那么接下来呢，要跟我们各位探讨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就是如何培养出色的职业经理人团队，如何培养出色的经理人团队。那么呢，我们曾经谈过的职业经理人，他必须具有 MCASE 的这些职能，包括强烈的动机、良好的专业的知识，然后积极的、乐观的这个态度，以及纯熟的技能，以及建立良好的习惯。那么在纯熟的技能里面呢，职业经理人最重要的呢，就必须拥有四大类、十二项的管理技能。那么在开始探讨这个主题之前，我想先问各位一个小小的问题。那么如果您拿到的是一颗种子，您来猜这一颗种子最终最大的可能性可以变成什么？那当然了，您也许会说了，那就要看挑到什么种子了。假设这个种是草的种子，那么种大了以后也不过就是草的种子。假设这个种子呢是一个稻子的种子，那么长出来以后呢就是一颗稻子或者是一株稻子。假设它是一棵树木的种子，那么它可能长出一株，变成一棵壮大的树木。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这颗的种子，如果你找到的是正确的好的种子，给它一个适当的土地，那么让它得以发挥的话，那么它呢即将长成也许几十米高、上百米高都有可能。那么呢，这棵树到最后称起来的总重量可能是这一颗小种子也许几百倍、几千倍甚至几百万倍。那么这意味的是什么呢？当借由人力资源主管来寻找到公司良好的人才的这个种子，那么加以妥善的培育，将来这个人才的贡献度呢即将是无远佛界，即将是非常硕大的。好了，那么我们了解了这个种子的秘密以后，我们第二个问题要来问各位的，您认为煤炭跟钻石之间有什么相同之处，又有什么差异之处呢？也许朋友第一个反应就会说了，煤炭跟钻石它们的元素都一样，就是碳，但它们有很多的地方不一样。比如说有人会说，煤炭跟钻石呢它的内在结构不同。的确的，钻石的内在结构呢排列的比较紧密，排列比较有秩序。那么呢有些人会说，它们的外观不一样。的确，煤炭看起来是乌黑的，可是呢钻石是透明的，是闪亮的。有人说呢，那更重要的是价值不同。煤炭呢是成吨算钱的，可是呢价值是算克拉的，小小的一颗钻石可能就比成吨的甚至数十吨的煤炭都还来值钱。没有错，钻石跟煤炭之间它的元素都一样，但是它的内在结构、外在的观感以及价值都不同。那么这也说明了，他只是一个人跟是一个杰出的职业经理人之间，同样都是一个人，同样每天可能也都是八点半上班、五点半下班，可是呢一个价值可能只像煤炭，可是一个价值呢可能像钻石一般。所以一个良好的职业经理人到最后跟普通人他有什么差别呢？我想就像钻石跟煤炭的差别一样，第一个他的内在是不一样的，他从内在的思路上、从内在的价值观、从内在的知识体系是很有结构的、很有系统的。那么外在也不一样，他看起来呢有模有样，像一个职业经理人，有板有眼，最终呢他创造出来的价值也是非凡的。那么期望呢透过这个单元来让各位了解点石成金的秘密，也就是如何提炼，让我们的煤炭能够经过淬炼，能够经过化学的改变，能够经过生命的转变以后，到最后能够成为一个杰出的职业经理人。那么这当中呢，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必须锻炼所谓的十二项修炼。这十二项修炼呢基本上是可以分成四大类。这十二项修炼来自哪里？也就是全球许多企业的高级主管他们在评审，就是到底一个职业人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呢？那么在美国呢做了一个调查报告以后，他们发现了列出了许许多的特质，让这些高级主管去勾并且排列。那么呢这其中排出来有三四十项应有的能力跟特质，那么其中呢这十二项的特质就是排列在较为前面的这些项目。我们如果把它浓缩起来，把这些项目的功力给锻炼好了，那么我相信
各位都能够成为一个更为杰出、更为出色的职业经理人。那么也就是说，你拥有这十二项的技能，就是等于拿到了一张进入世界级企业成为职业经理人的通行证。因此，我们来看一看，到底这十二项修炼是什么呢？又分成哪四大类呢？首先呢，这四类是怎么分？第一大类是站得的基础，我们房子要盖得高，必须能够站得稳。那么呢，一个人要跳得高，脚必须往下蹲，弓箭要拉射得远呢，你必须先往后拉。所以第一个职业经理人就是基础功，这个基础功我们称为什么呢？就是专业风采。一个职业经理人看起来是不是有模有样，他的内在的底子好不好，所有的一切都是从这个内在往外长出来的。所以呢，专业的风采就一个职业经理人来讲是最重要的基础。那么打下这个基础以后，职业经理人要把这个组织带去什么方向呢？那么在高层的部分，他必须具备有良好的思维能力。一个主管，有人在戏称，如果不称职的主管，他这种叫做三拍子的主管。什么叫三拍子呢？做事情之前猛拍胸脯，没问题包在我身上，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就猛拍脑门，该怎么办，伤脑筋，做决策做计划都有问题。那么到最后搞不定呢，就拍拍屁股走人。那我相信呢，这种三拍子的主管在未来呢，当然不是您的企业所需要的这种主管。那么因此，您的主管必须具备有良好的思维的素质，以便能够把握住方向。因为所有的公司的行动方针，任何的计划都是从脑袋瓜开始来想起来的。所以心想事成，事要成心要先想。所以思维的能力跟素质就变成职业经理人非常重要的部分。好了，有了专业风采做基础，有了思维的素质来带头，那么接下来职业经理人要把人跟事给做好。人就是如何把一个团队给建设好，所以呢，这里就牵涉到他的团队建设的能力。那么事就是要如何把一群人做出公司期望的结果，那么这个我们称为叫绩效管理。所以一个良好的职业经理人，简单来讲就是必须具备有四大类的技能。这四大类基础上就是专业风采，然后往上就是思维的技能，人的方面就是组织的技能，那么事情的方面就是绩效管理。那么在每一项的类别里面呢，都可以延伸出三项重要的技术，我们必须要去锻炼的能力。那么一乘起来呢，总共就有十二类。那么接下来呢，就依序来跟各位做说明，这四大类里面的十二项技能到底是什么。首先呢，第一大类就是专业风采，如何让一个职业经理人看起来有模有样。我们说一个人站要有站相，坐要有坐相，那么呢，这个相指的是什么？相指的就是模样。那么有模有样，就像会唱戏的人一上台一站，那个样子一亮相，你就说哎，这是高手。那么一样的，会写毛笔字的人，笔一拿沾上墨，哎，光拿笔的姿势，下笔一挥，你就说哎，不错，有那个架势。所以职业经理人从哪个方面来呈现出他应有的风范呢？我想从三个方面我们要来做探讨。那么第一个就是主持会议。彼得·杜拉克曾经说过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职业经理人不是在开会，便是在旅行。旅行的目的呢，就是到下一个地方去开会。所以如果您认真思考，从公司的高层主管到各部门的主管，他们天天面对那个大会、小会、周会、例会、协调会啊，各式各样的会议。那不管是面对经销商，你要召开的经销商的会议，或者公司年度到了，可能有一个庆典的活动，这也需要会议。然后你新进员工进来，你要办个培训会，新产品要上市，可能要做记者发布会，所以大会小会不断。那么一个职业经理人在会议当中所呈现的魅力、专业性、报告的精彩度，以及时间的掌握，他的肢体语言的运用，以及观众情绪的这个调动，以及会议程序控制的能力跟技巧，我想呢，都在在的要显示出这个职业经理人是不是具备有职业风范。所以呢，职业经理人如果想要把会议给带好，那么呢，他必须起码具备以下几种的小技巧或小能力，包括第一个，他必须能够判定不同会议的类别。
有些会议呢是为了传达公司的信息的，有的会议是为了激励士气的，有的会议呢是要让大家充分交流讨论的。不同会议的形态，它的流程布置方式可能都不一样，所以呢他必须能够界定出会议的类别是什么，然后呢让自己能够当好一个主持人。不管你是上台做大型会议的主持，或者要激励大家，或者要做发表讲话，或者是要沟通协调，或者要控制时间，那么呢你必须具备有良好的主持人的这种功夫跟底子。那么另外呢，对于这个会议进行的管理的过程，不管是时间的控制、现场气氛的管理，或者报道的作业的程序、座位的安排、行政作业的管理，那么我想这是一个职业经理人也都必须要懂的一些技术跟方法。如果你能够再把会议整理得好、主持得好、带得好，我想一个公司呢可以借由这个会议增加自己的影响力，并且呢也能够呈现出自己的专业风采，能够逐渐建立在市场上的这些形象来。我想我们在电视上经常看到了很多的领导也好，很多的嘉宾也好，或者很多国际性的会议，那么这些会议每个人在台上他们讲话的风采如何，主持方式如何，他们的会议控制的如何，这对企业的形象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想要当好职业经理人，第一关你必须学好如何主持会议。那么第二个呢，跟着主持会议很有关联的，但它的应用范围就更广了。那么第二个会是什么呢？我想很重要的就是沟通跟表达。那么沟通跟表达，我想人类从出生以来就开始在进行沟通表达。小孩子他可能不会讲话，但他可能用哭的，用他的方式来告诉妈妈，我肚子饿了，我尿不湿了，我冷了，我需要人家陪我玩。慢慢人在长大的整个过程呢都继续必须要不断地进行沟通表达。所以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你想要探寻别人的意思，想要沟通自己的想法，想要磨合双方的共识，那么都必须透过沟通跟表达。那么沟通的当中呢，当然也有单向的沟通，就是发布命令、讲课、报告消息、回报、指导。那么另外一种是双向沟通，可能是讨论、交流、销售、互动。另外一种是多项的一种沟通，可能一群人在一个会议室里面针对某些复杂的议题你来我往，唇枪舌战。那么沟通应用到最后有可能可以应用在什么？商业谈判、销售，然后争取资源，然后跟上级沟通领导、公共关系，或者建立跟部署的亲密关系，或者是跟部署之间进行的指导活动。所以沟通简单来讲，它是每一个地方都用得到的。那么沟通表达的当中，对一个职业经理人来讲，您如何把内容设计的精彩，您如何利用你的语调的变化来增加丰富度，以及比如说你的肢体语言、你的眼神、你的动作，那么这些组合起来就形成你的沟通的一个影响力。所以美国有一个杰出的企业家说，一个主管要散发影响力必须先学从沟通开始。那么如何把沟通的好，我想不是很容易。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灭国。我们可以发现到很多的老夫老妻结婚都数十年了，吵架的话题竟然跟30年前都差不多，我们就可以发现到他们沟通的能力根本没有进步。另外呢，有些情况之下也是，你很想告诉别人你的意图，可是当对方如果不认可的时候就变得非常的费劲。你如果想要通过一个提案，想要让老板认可你的想法，想要让各部门配合你的工作，那么呢沟通协调的能力就变成职业经理人非常重要必练的一个功夫。那么沟通的当中、表达的当中，就包括如何散发信息、如何倾听、如何过滤、如何重塑、如何建立别人的信赖感、如何发问、如何运用这个语调、如何运用认同感、如何建立别人对你的信赖。那么这里面呢，点点滴滴就有非常非常多细微的功夫，有赖于职业经理人好好的去锻炼哦。好，那么呢第三个部分也就是个人管理。万丈高楼平地起，练拳脚必须呢先蹲马步功夫。一样，一个职业经理人不管事业的高度想要升到多高，最重要回归到原点，你必须把
个人管理给做好。那么一个职业经理人把个人管理做好，有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你每天的时间管理怎么做。时间是非常有限的资源，你有一大堆的想法想去完成，要开会，要写报告，要陪辅导部署，要去巡视现场，要去拜访客户，要维持关系，然后要进修，然后要跟家人相处，又要锻炼健康，又想去休闲。哎呀，这么多的想法，可是时间的资源总是这么有限。所以呢，彼得·杜鲁克才会说了，一个经理人如果无法管理时间，那么他便无法管理一切。所以时间管理便是一个经理人管理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功夫。那么时间如何管理得好，这里面呢就牵涉到您如何做计划，如何分辨优先顺序，如何分辨轻重缓急，如何授权，如何整理你的工作环境，如何利用零碎的时间，如何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以及如何去运用现代化的工具跟设备来加强你时间管理的这个效能。那么当你的时间管理的好了以后，你的压力就可以卸除了，卸除多一点了。为什么呢？因为压力，从心理学来讲，什么叫压力？哎呀，让人觉得很沉重的压力是什么？压力简单的来讲，就是未完成的心事。你想想看，头发太长了还没去绞，一想到这个就是个压力。那么家里有很多衣服还没洗，那也是个压力。报告还没写，也是个压力。想要回一通电话还没回，回个 email 还没回，这也是个压力。所以人如果时间管理的好，相对的压力就会比较轻一点。所以时间管理跟压力管理呢是一体两面，是孪生兄弟。你如果把时间管理好了，那么相对就可以降低压力，你的压力越低，你的效能就会越来越高，自信心就可以提高了。那么时间管理好了以后呢，你就可以慢慢的增加你的影响力的范围，你的事情就可以越做越多了。那么你事情做多了，你的生涯规划怎么办呢？你未来希望怎么成长呢？你的人生有些什么想法呢？所以职业经理人的个人管理里面第二条重点就是做好生涯规划。那么生涯规划当中包括分析你的优点、你的弱点，未来职业生涯当中可能出现的机会以及威胁，根据这个呢综合分析了以后，找出自己的兴趣点、专长点，然后把它布置成一个短期、中期、长期的努力方向。有了这个努力方向以后，你就可以知道，哦，我下一个阶段的三年应该升迁到什么，或必须养成什么能力，而我需要达到的境界所需要的技能就会变成下一个重点了，就是我个人的进修计划。所以职业经理人就必须要做好自己的个人进修计划。那么我在参加研讨会，美国的研讨会当中呢，他们认为一个职业经理人现在每一年如果要维持进步必须做到哪里呢？我想告诉各位几个要点。那么首先第一个，你一年起码要读12到24本书。12到24本书也就是说一个月1本到2本。你说这样多吗？其实一点也不，中国现在一年出版的新书将近有10万种，你如果读10本，那只有1/1000。所以呢，精挑细选是有必要的，选到好的书、经典的书、对你的工作有益的书，那么呢认真的读它的10多本到20多本。那么当然像林老师专业是在做咨询顾问，那么每一年认真读完精读100本书，那是我自我的要求。所以这是基本上就一个礼拜就差不多要读完2本。所以读书是一个重点。那么第二个，参加研讨活动、参加课程。哎，根据一些老的职业经理人他们的建议，一年呢你起码要参加4次的培训，这个培训大约是在2到4天左右，这样子的话可以维持你在每一季度当中都有一个进步。那么这样的一个节奏感跟进步的速度呢，比较能够因应你未来生涯上面发展的需要。另外的部分呢，建议各位至少呢你要订阅，或者公司有订阅的话，你可以拿来阅读起码是4本杂志。这4本杂志呢，一本是宏观经济类的杂志，一本是管理类的杂志，一本是你专业类的杂志，另外一本呢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杂志。这样的话呢，从大的格局你可以知道环境趋势的变化，从管理上你能够不断的加深深耕，然后从你的专业领域你也可以拔尖，那么最后呢你可以选择另外一个你喜欢的来丰富你的生活。那么这样的透过培训、透过阅读书籍、透过阅读杂志，你的人生就可以保持左脚右脚、左脚右脚不断的进步了。左脚右脚指的是什么呢？一只脚就是实践，一只脚就是学习。
只有学习你实践不跟上，那么一只脚顶多就能跨两米。一样你都不学，只是一直做，做到最后呢，你会觉得枯竭都给榨干了，那么功夫已经用光了，你会觉得很累。所以学习操作，学习操作就可以使得你呢不断的来成长，快速成长。所以呢，我想在这里专业风采的部分，就一个职业经理人来讲，学会主持会议，学会沟通表达，学会做好个人管理，那么是一个职业经理人成功非常重要的基石。那么期望您呢也能够透过各种方式跟管道，能够尽快的锻炼好这些功力，以便呢能够下山去发挥，去施展你另外的功夫了。那么你其他的功夫该学些什么呢？那么进一步就是你的思维技能，脑袋瓜。头脑如果混乱，那么做出来的事情就必然混乱。你想想看，假设你下棋跟一个高手下，你会有什么感觉？哎呀，处处被动啊，你想了好久的绝招，对方竟然一两下就破招了。可是对方下的招呢，对你来讲招招是高招，你实在想不出他在干嘛。思维的能力就是如此，当你的思维能力晋升到另外一个层次上的时候，一来你可以看出对手或者公司的部署，他的工作跟计划上的破绽，而且你可以发现到这个下棋的高手呢，他的不仅思维缜密，而且速度又快，同时可以想很多。这就像电脑的这个多功能一样，它能够同时运作很多的计算。那么一样的，你的思维技能提高了以后，你的影响力必然就提高，而且呢透过这些思维技能的提高，你可以使你的工作做得更到位。那么这个思维技能部分呢，职业经理人必须要养成了三个能力，那么我们跟各位说明一下。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拟定计划的能力。孙子兵法里面的第一篇就是史记，就是所有的作战都开始于计算跟计划。戴明博士所说的管理循环 PDCA， 第一个 P 就是指的 plan， 就是计划。那么在管理的五大功能的理论里面，管理的五大功能第一个就是从计划开始，计划、组织、指令、管制跟协调。所以不管从古今中外的学说理论都告诉我们，所有的工作呢开展于计划。那么很多主管会说，计划我早就会了，可是我到很多的企业去发现到，他们的计划呢可能过于松散，或者不够结构化，或者思考不够缜密。所以在计划当中呢，您必须要学会以下几个功夫。那么包括第一个，你要分辨计划的三种类型，哪一种是目标型的计划。所谓的目标型的计划，就是从现在这个位置要挑战另外一个高度，那么这一种呢是属于有特定目标但不是重复性的，它是特定性的一个目标。这种呢我们可以称为目标管理，也可以称为项目型的管理。第二种的计划是例行型的，水平滚动，它是今天这么做，明天这么做，后天也要这么做，是经常要这么做的。比如你开一家店，每天开店前都要做一些检查的工作，每天进货的时候都要做一些检查工作，每次要做招聘它都有一个标准的作业流程。这种的计划称为标准化的计划，它也是称为例行性的计划。第三种状况呢，是这个计划是指现在的状况在底部，你要把水平拉回来，因为呢现在出了问题了，这是称为叫做问题型的计划，也就是如何解决问题。所以呢首先你要分辨什么是目标型计划，什么是例行型计划，什么是问题型的计划。你分辨好了这些计划类型以后呢，接下来你要知道怎么设定目标，什么是合理的目标，合理的目标应该定多高，应该参考什么数字。那么定出来的目标必须符合 SMART 的法则， SMART 就是必须很明确、很具体、可衡量的，是数字化的，而且是可以达成，并且呢它是一个合理有时间限制的目标。比如说有人说，我们希望提高客户的满意度，这算不算好目标？这只能够说是一个好的努力方向，但客户要多满意才算满意呢？比如说是要送货几小时以内送达，还是电话铃响两声以内必须接起来，还是必须执行客户服务项目到达85%，或者客户的投诉率、退换货的退换率必须要降低到多少？所以呢您必须把这个目标建立得非常的清晰，
才有办法加以进一步的评估。所以呢，在这里我想定目标的时候，你必须要足够的清晰，否则呢就经常会有这种偏差的现象。那么懂了这个目标了以后，接下来就有计划的程序，不同计划当然就有不同的程序，目标型的计划、例行型的、问题型都有各种不同的程序。那么呢，您就必须要自己透过其他的管道跟方法不断的去进修跟学习它。那么这些程序里面要应用到底下几个非常重要的工具，那么这也是未来您必须要学会的，包括什么是心理图像法，什么是脑力激荡法，那么什么又是佩尔图，什么又是甘特图，那么什么是目标树。那么这些工具呢，都是在进行这个计划的当中所需要用到的点点滴滴的工具。那么期望呢，您也能够快速的学会它。那么第二个，在思维的技能里面呢，当你做计划的过程，或者解决问题过程，或者公司在磨合运作的过程，经常都会碰到需要拍板的情况。所以呢，如何做好决策就变成是重要的关键。所以艾克卡曾经说了，要我衡量一个主管的能力，那么决策就变成我找寻的关键能力。我们很清楚，公司如果拍板错了，比如我曾经主持了一个战略的这个讲习会，那么里面一个老总就说了，林老师，早知道听了你这个课，我学会了这种决策工具，我就不会步入那个误区，去年呢这个600万就白花了。所以呢，有些时候的确是如此，当你学会一个更现代化更科学化的这种决策工具的时候呢，可以让你避免进入到误区。那么在做决策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到做决策每一个人的个性不同，思路会不一样，所以如何把决策做得好是不容易的。决策当中你需要学会的几种工具，包括第一个，决策的程序该怎么做。决策的程序，首先第一个，你要先分辨这个决策严不严重，不严重无伤大雅，你做错决策也没什么关系。比如今晚要吃什么，周末要不要去洗桑拿，要不要去跟朋友打高尔夫，那这个呢，即使做错决策可能影响也不会太大。另外一种就是属于公司内部比较重大的决策，包括用人的决策、投资的决策、设厂的决策、新产品上市的决策、广告的决策等等，这些的决策如果失误，影响恐怕就会比较大了。所以呢，如果是这一类的决策，你就必须要来去判定公司对做这些决策过去有没有原则，有原则可循还是没有原则可循。没有原则可循，你就要思考它会不会再发生，如果会，要不要先制定原则。如果已经有原则，你要考虑一下要不要修改原则，还是按照这个既定原则来做呢。那么有了原则以后，就是进行决策。决策当中呢，常用到的工具包括有十等分法，然后呢有加权指数法。加权指数法几乎是全球重大的工程项目或者国际级的企业，他们在做重大决策经常采取使用的一种方法，加权指数法。另外一种呢就是矩阵法。矩阵法呢是适合多选多，比如公司今年想出有20种方案可以来提高营业额，可是时间跟心力不可能每一个都做到，那么我们如何从这20个项目当中挑选出最适合的5到6项来执行呢？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运用到这个矩阵法来做评估了。所以在决策当中，如果你懂得运用的这些工具跟懂得这个流程的操作，并且避开一些决策的误区，能够使得你养成一些良好的决策者的习惯，包括能够对假设保持一个客观跟弹性，擅长去探寻跟收集信息，有办法分辨是假设还是事实，并且在每次推论当中都能够逐步推论正确，那么最终呢，您的决策将会变得更英明。当然呢，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好的决策者一定可以让他的部署呢更为幸福，避免重蹈覆辙，避免走冤枉路。第三个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如何解决问题。拿破仑说，我的字典里面没有难字。他又曾经说，困难只是在印证一个人伟大的程度，所以摆在你面前的有多如牛毛的困难。有人说，天底下没有问题的只有两种人，一种还没有出生，一种已经过世了。只要活着的人，每个人都有层出不穷的问题。
丘吉尔也曾经说过了，什么叫做领袖，什么叫做升迁？升迁意味着你必须担负更重大的责任。什么叫领袖？意味着你必须面对更难处理、更复杂的问题。所以就一个职业经理人来讲，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快速显现你领导力最有效的秘方。如果公司里面技术问题解决不了，你去了就搞定了，那别人会竖起大拇指，不得了。公司呢，这个销路不顺畅，出现了问题，通路出现了问题，你去了呢就把它理顺了，磨合好了，你呢很快在公司就会建立影响力。公司的库存结构不良，那么积压的库存资产过多，你去呢很快可以把它消化掉，处理完。公司的资金周转不良，你能够让资金转起来。我想不管您在哪个方面，你能够解决问题，你就能够显示你的影响力。所以学会解决问题，我想是一个职业经理人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那么解决问题里面呢，经常用到的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刚刚已经有说过的心理图像法、脑力激荡术，还有呢就是在质量管理里面延伸出来而应用范围非常广的鱼骨图，或称为特性要因图，根据8020定律找出来的找寻关键要素的帕雷多图，那么或者是运用 yes no 的这种逻辑分析回归法来找出可能方案的，比如说是问题术。那么这呢多的这种问题解决工具，如果你能够整理得好，那么就可以很顺畅的去处理很多的问题。那么我曾经在台湾主持过一个项目，是大众汽车，它在台湾称为叫庆众，那么他们花了100多亿在台湾要设厂，进度严重的落后。那么如何解决这个跨国的团队，而且在这么紧张的范围里面，要把一部汽车量产给搞好，那么多的环节要解决。那么那时候我导入了一个 KJ 法，那么就是运用新这个脑力激荡术、标签以及这种分类的工具来妥善的解决，并且把这些呢再运用决策的工具，最后很不是算很幸运，但是呢非常成功的解决了这个项目，使得他们呢整个的交期缩短了9个月。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案例。那么这个过程里面呢，就是妥善运用问题解决的工具来解决企业里面的问题。好，所以呢在这里一个职业经理人在思维的技能方面，我们看到了就是需要有拟定计划、制定决策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这个职业经理人立好了基础，头脑也想明白了，也可以把事情理顺了，他做好了计划，接下来不能靠自己做啊，那怎么办？我想职业经理人你必须带一个团队去做，你只有资深，那么就是形单力薄，你的力量会不足。所以现代化的组织必须要建立一个组织的力量。所以第三个部分是组织技能。在组织的技能的部分呢，一个职业经理人必须从三个方面来凸显自己的能力。第一个，团队建设的能力；第二个，领导能力；第三个，激励跟培养部署的能力。那么这些能力又代表的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看团队建设。什么是团队？团队跟团体有什么不同？你在车站看到一群人都在那里等车，算不算团队？我想不算，那只是一群群众。你参加一个旅游团，大家20几个人一起出国旅游7-8天，请问这算不算团队？可以算是一半的团队，那就要看这个导游有没有办法带得好。所以呢，一个团队代表的是什么？团队代表的是2个人以上，他们能够集中力量以共同目标。所以团队必须有共同的目标，然后呢他们能够运用一致的方法，团队必须工作方法要标准起来，而且他们呢具有互相信赖、互相尊重，也愿意互相支持的关系。所以团队里面呢必须要掌握三个要素：团队的目标、团队的方法以及团队的关系。那么在这三个要素里面该怎么去做呢？那么它是随着团队的建设过程时间段的不同而不同的。团队呢基本上在成长的过程有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我们称为团队的这个凝聚期，一群人从4面8方来，有的从武当山来的，有的从峨眉派的，有的是少林寺的，各个权路都不同，动机不同，有的来公司只是刚好找到这个工作，
那么有的只是好几家给他这个发函，他就来了。那么有的呢是瞄准了就是要学这个，有的是想要当做跳板，所以这些人来的工作的动机不一样。当一个职业经理人，必须把这个团队的士气给凝聚起来，让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让他们互相的愿意信赖，让他们的差异能够弥补跟调和的好。所以凝聚期有凝聚期的功力，等到这一群人慢慢形成了，那么呢这个成熟期有成熟期的做法。有的团队是老化了，有些老人跟新人，那么他们格格不入，或者会对其他人会有排斥作用，或者呢他们已经成了党派了。那么结党结派的状况，你作为一个团队的领导者又如何穿针引线，然后把他们形成一个更大的格局呢？我想这都是团队建设当中一个职业经理人必须去学会的功夫，而且里面呢每一项功夫都跟心理学、行为学以及管理心理学有关联。所以如果您能够尽快的把这个部分学好，那么呢您就可以指挥若定，而且能够把别人带得更好，然后士气会更高，内耗会更少。所以一个好的管理者就是他用得更好，就代表了他可以用最少的心力来达成组织最大的效果。好了，那么在建设团队的这个过程，一个主管、一个职业经理人经常会面对到很多的部署，每个部署的个性不同，来公司的动机不一样，情绪不同，能力不同，有的能骂，有的不能骂。那么这个显得非常差异化的这个团队，你如何把它带好？这时候呢，您就需要运用到领导技巧了。那么这个领导技巧当中，你所需要学会的包含什么？第一个，你要学会判定你的部署的状况。你的部署呢，基本上可以分成四种状况：有意愿，也有能力。哎，那么这是一种状况；有意愿，没能力，这是一种状况；那么有能力，可是没有干活的意愿，这又是一种状况；那更恶劣的是，没意愿，也没能力的人，那这是第四类的状况。那么你判断出不同的状况以后，你必须采取不同的领导风格。有人需要用命令的，有人需要用磨合的，有人直接授权给他就行，有人呢就要边教边指导，然后呢边激励他才能够成功。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您如何根据部署的情况的不同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很可惜，很多的职业经理人他的个性呢都会某一种倾向，有的太过温和，有的呢又太过严厉，有的太过婆婆妈妈，有的又太过放任。其实一个好的职业经理人，你必须呢把这些工具都融合起来，那么呢因材施教，因着不同的状况用不同的领导策略，这样才可以使你的部署带得非常的顺心如意，而能够实现你的理想。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的部署不一定每个人能力都很强，有时候他士气也会低落。所以职业经理人第三个部分，在这个组织的技能当中，就是如何激励跟如何来领导，跟如何来培养你的部署。那么培养你的部署当中就包括观念性的课题怎么培养。有些人只会说教，那么说教是不是最好的方法？你如何启发部署？你如何运用问话？如何设计一个好的情境来考验跟启发部署？这是一个方法。假设你要学教他学会操作技能，那你用讲课的没有用。比如说我想学开车，就你在教室里面拿着课本照本宣科告诉我怎么开车，怎么换排档，那我可能呢我坐在出租车司机旁边已经坐了几十年了，我也不会开车。那这个时候呢，也就是这需要坐上驾驶台去，所以可能你坐上驾驶台两个月三个月，你就可以把车呢开得非常非常好了。所以技能性的培训，它必须用 OJT 法，现场的教导，现场的教授，那么是最好的方法。所以呢，对于公司的规章制度、销售的技能，那么人员的观念态度、工作的技巧，每个不同点你需要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那么呢，在培育部署当中，一个主管起码必须学会七种八种以上的这个培育部署的技巧，才能够让你的部署呢带得非常好。过去有人说20世纪的主管是一个监督者，你脸要拉长，你要严格，
你要监督它。可是呢，随着知识经济时代来了，随着现代的新的年轻人、新兴人类，他们对自我价值更行的重视的，你要带现代的新的部署呢，你必须学会培养他们，必须学会如何激励他们。而激励他们跟培养他们呢，也使得你的这个部署能力一提高以后，你整个团队的工作表现就会更好。有些人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啊，教了徒弟不就饿了师傅吗？没有错，这是指在古代，由于技术很稀有，信息很缺乏，所以你好不容易呢学好了一套功夫可以作为谋生，那么你当然教给别人呢，可能自己就完蛋了。可是现在信息这么透明，知识这么发达，你不快速的把你懂得交给部署呢，你这些知识没多久就折旧了，就过时了。那么你的部署如果没有顺利的提升上来，能力没有养成，那么到最后呢，担子都落在自己的身上，那么一样的，你还是没有办法把整个部门带得更好。所以当美国钢铁大王过世的时候，他在他的墓碑上写了一行字，他说这里躺着一位善用比自己能干的人。我想呢，这是卡内基事业非常成功发达的核心关键，就是呢他善于运用团队的力量，而综合的三个指标，包括如何做好团队建设，如何运用你的领导能力，以及如何培养跟激励你的部署。那么这个部分呢，就是有关组织技能的部分。那么组织技能你锻炼好了，你的团队士气就可以更高，凝聚力就可以更强。那么当然呢，有了这些人，你呢就可以把事情做得更为顺利了。好了，那么一个职业经理人呢，有良好的专业风采做基础，有良好的思维技能来带领方向，你又有纯熟的团队运作的技巧，把人带成一个铁打的团队，那么最终呢，你还是要做出结果。所以第四大类就是绩效管理的能力。那么绩效管理的能力里面呢，涵盖有三个，包含首先第一个，您如何来制定各种工作标准。那么这个工作标准呢，包括你期望达成的结果是什么，目标是什么，程序是如何做，步骤是怎么做，这个部分呢都必须把它标准化下来。那么有的部分呢也称为这个叫标准化的作业管理。那么像 ISO 9000的系统就是在追求这种标准的一个成果的一个基础。那么当然呢，每个公司不一定都推这个 ISO 9000的这种概念或系列，但就一个部门主管来讲，你应当的把部门内可以标准化的工作尽快的标准化下来，这样的话呢，这些事你就不必再你重新来操作。这个部分呢，我们称为叫做化神奇为腐朽的功夫。你说什么叫化神奇为腐朽？不是都要化腐朽为神奇吗？不错，化腐朽为神奇，这是老套的功夫。老套的功夫化腐朽为神奇，就是你们搞不定了，我来就搞定了。但如果你是这种主管的话呢，那么你一定会累死自己，你一定会变成圣人，剩下你一个人，其他人都可以休息，你就不能。为什么非得等你来搞定不可啊？可真正厉害的职业经理人呢，他能够做到化神奇为腐朽，把别人认为非常高的标准我们制定成一套的系统，并且借由激励部署、培养部署、领导部署，让他呢逐步逐步的授权，让他们会做，等到他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很好呢，你呢自然而然就可以轻松了。那么当然呢，这时候你就可以做更高层次的事情，可以想更远的事情。所以制定工作标准的过程呢，是一个职业经理人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如果你能够做得好，那么自然而然你以后的工作就会越做越轻松。那么在制定工作标准的过程，你需要有一些的功夫，包括你这个标准要怎么去整理，你是要从现况里面去整理，那是最快，但有可能现况的作业方法就是有错误。另外一种就是系统的思考，回归原点，认真去想事情该怎么做才能够做得好。如果是这种系统性的思考法，那么每一项事情呢，你都应该从五个方向去想 QCDMS。 Q 指的是数量跟质量要达成什么标准， C 指的是成本应该控制在多少， D
指的是交期速度应该要多快 ，M 指的是这个过程人员的士气、服务跟态度怎么来维持，最后一个 S 指的就是这个安全以及服务。比如说有些工程是为了速度损失的质量变成豆腐渣工程，有些公司呢为了确保送货的速度，那么库存就增加太多，可能成本不当。所以这里面几个事情呢它会互动，所以在制定标准的当中呢 QCDMS 质量、数量、成本、速度交期、人员的士气以及安全维护，你必须同步思考在里面，然后呢做成一套规章制度标准化下来。接下来呢如何去导入、如何去推行、如何让人们学会它、如何让人们遵从它，那么这个呢就牵涉到很多的跟规章制度、奖惩办法、培训、企业文化有关联的事情。那么当你的规章制度跟标准能够做得更好，部署呢操作起来就会更容易。所以你如果注意看中国式的菜谱，它怎么说的，辣炒土豆丝，将土豆切成细丝，请问切成多细算细丝？用中火炒至七分熟，多大算中火？七分熟怎么算叫七分熟？每个人口味口感不容，加盐少许，盐少许是多少算少许？再用大火炒至熟透。好，所以呢在这里面每一句话看起来都有标准，这个食谱到最后如果认真研究呢，十个师傅做出来会有十种样子，这个呢就不是一个好的管理水平。所以一个好的职业经理人在你所管辖的部门里面呢，应该能够把这个呢能够有系统的、有效的标准下来。那么第二个，在绩效管理的过程，你有了这个标准，那他们做得到位吗？他们的工作有没有办法配套？接下来你就必须要做成果管制，那这当中就要做检查。检查呢是为了找出看看跟标准之间有没有差异，检查呢可以防止舞弊，检查可以提早找出错误点。就像人身体不做健康检查，等到有一天觉得怪怪的、不对的，可能一送去医院发觉到已经太晚了。所以呢定期做健康检查就是为了防止问题的扩散跟发生，所以组织里面也必须建立一个良好的检查系统。那么这些检查系统里面呢，你可以运用各种的管理表格、图形、检查工具来运用。那么这些运用里面有一个原则，图胜于表，表胜于条文，条文胜于长篇大论。一个图一展示出来就一目了然了，表格基本上也可以看得清楚，但如果写成长篇大论呢，那么呢看起来是不容易辨别的。所以当你在制作各种的报表、管理报表的时候呢，尽可能用图形来取代那些纯粹手工或者是一大堆的描述性的文字，那么能够让它一目了然。那么如何建立好适当的管制系统？管制的时间段应该多少呢？你管得太严大家会掐死了，管得太松呢可能会飞走了。所以在管理当中你如何做到恰到好处，那么呢这个是随着组织的这个资源以及它的成熟度不同的。比如当他当初汉高祖刘邦打下天下的时候，他与民约法三章，只有一二三三条而已，就规章制度来讲他是太简单了，但呢在混乱的状况之下，他可能先定个一二三三条先框住大的方向，再来慢慢慢慢的制定各种典章制度，再来慢慢把各种管制系统加进去。所以这个部分呢，我想把这个报表的系统给整理起来，对组织的领导者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么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从哪里知道？从你的管理报表，从你的掌控系统。那么这些掌控系统呢很有趣的，那么我曾经参加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是在美国的这个物流行业里面的这个大型物流公司，那他们的这个物流的这个批发仓、这个仓储的地方呢像几个足球场那么大，那么这个工人一进去里面理货啊根本是看不到，更何况有时很多黑人躲在里面睡觉啊，你连找都找不到，他也不笑也看不到眼睛，他如果一笑你还可以找到牙齿啊。所以呢假设你没有良好的一个管制系统，你天天啊当经理的就进去拿着手电筒四处找人就来不及了。可是后来呢导入了一个电脑的绩效考核制度，每个人一进公司打一张单子，
这张单子有进入的时间以及所有的货物的款项。那么运用这个呢，他刚好开着一个小车进去把货理完一圈，标准时间已经打在电脑单上。他如果出来能够比这个标准时间还短，送出来的时候一打单，立刻呢会给他一个奖励，这个奖励是一句话再加上他的点数，就立刻告诉他这点数呢可以换成什么，可以换成一顿丰盛的午餐，或者是更多的休息时间，或者是加薪，或者其他各种的形式，或者换礼品。那么呢他可以自己集这些点数。所以自此用了这个管制系统以后呢，你不必拿着鞭子进去四处找人，他们就非常自动的很快的拼命的去把这些任务给完成。所以好的这个管制系统可以帮助人们呢做得更到位。那么我前面也曾经说过了，有一家 TSMC 这家公司，他们运用刷卡来管理所有的员工的进出以及所有的培训活动，谁参加会议迟到早退，谁参加培训迟到早退，通通透过这么一卡一刷就都连接到电脑系统自动统计，那么就生成报表，那就看出来哪个部门的人迟到率最高最低，哪个部门人参加会议不准时，或者是哪个部门人参加培训老师早退或者中途跑掉等等等等之类的。所以成果管制，如果你能够运用到一个好的系统，将可以让你的管理更省心更省力。最终一个就是要做好绩效管理的工作。人们这么辛辛苦苦工作，总是希望知道我做得如何。你看一个小孩子从小开始就是如此，当他还小的时候画了一幅图画，没多久就跑来让妈妈看一下，妈妈你看我画得如何。为什么？人们都想让别人知道肯定我自己做得如何。所以有人说人老化的原因呢，就是缺乏回馈反馈。部署在公司里面工作，不管他做出来的结果是好或是坏，绩效反馈是主管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所以您如何做好绩效指标的制定，如何跟部署事先沟通跟协调好这些绩效的指标，让他产生了默契跟承诺，让他也自己非常重视这些考核的内容。接下来平常怎么收集信息，然后呢定期不管日的周的月的季的或年的考核的时候，你怎么客观的评估他。所以这里会运用到怎么面谈，怎么收集资料，怎么定绩效稿考核的指标，怎么运用公司战略的 KPI 来形成他的绩效的效标。我讲这些呢也都是职业经理人必备的功夫。所以在绩效管理这个部分呢，包含如何制定好标准，如何做好成果的管制跟中间的检查控制，以及最终的做好绩效考核。我想如果你能够把这几个部分配套的好，你的部署不仅士气能高昂，并且能够做出事情来，而这些事情又能够使你整个的部门最终的表现得到公司更大的认可。不管这个认可是因为来自收款收得更好，还是你的工作做得更到位，还是新产品上市推广更顺利，我想每一个部门的工作者都需要更多的表现，更多做出更好的绩效，以来证明职业经理人最终对公司的贡献。那么我们从头到现在谈了许许多多，这整理起来就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在工作能力方面必须具备有四大方面：专业风采、思维技能、团队建设跟团队的组织技能，以及最终的绩效管理。如果能够把这些综合做好，我想你就可以成为一个称职的职业经理人。那么过去呢，曾经有100多家中大型的企业由林老师去辅导他们建构出这样的系统，短则运用3-4天来培养这12项的技能，长的公司呢甚至有运用到2年，每季度一次一次一次的很有系统的培养。那么经过培养之后，都可以发现到这些的培训可以顶着在他们在工作现场磨5年8年的这种盲目的摸索，并且呢可以快速的显示出职业化的这种团队的这种精神跟意志来。所以我想很重要的，职业经理人如果能够把这12项技能给练好，对公司来讲是一个重点，就人力资源主管来讲更是重中之重。因为您的任务就是要来找寻、激励、建设跟留住这一群职业经理人的团队，以为公司创造更好的效果。最终我们如何
来使自己从煤炭变成钻石，那么必须从内在来改变，外在的形象的改变，最终创造出你的价值。而公司里面如果找到这样一颗种子，给它一个好的泥土发挥，一颗一颗种子慢慢下下来，有一天当它们长大了，就会变成一个参天大树，而一群参天的大树在一起，就会变成一个茂密的森林。我想公司如果人才如林，那么必定会有极高的竞争力。希望各位能够透过这十二项修炼的锻炼，能够让自己成为更称职的职业经理人，而也透过培养职业经理人的队伍，让公司的竞争力更上一层楼。